会年时间，哈勒昆和皮埃罗阿赫勒干埃皮耶后，他的创作者是法国画家安德烈德兰安特德汉。这幅画也有人翻译成两丑角啊，表现的呢就是在欧洲曾经实现的一种喜剧里面两个丑角的形象。左边这一个呢，他一般都穿林格彩色连体服，头戴双脚帽啊，他是扮演滑稽搞笑的角色，叫做哈勒昆。右边这个呢，一般穿白色长袍，脖子环绕一圈皱领，他一般是扮演一个失败者啊，一个悲伤的角色，他就是皮埃罗。这幅画呢现在保存在橘园美术馆。我们仔细看，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弹的琴上面是没有弦的，他们的表情也是比较茫然空洞，好像是木偶任人摆布一样。也许呢，这是表示了画家呢对于人生的一种思考。会宁时间，法国巴黎。